欢迎你们凯旋归来。江泽民说，这次比赛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你们，你们不负众望，赛出了风格和水平，祖国和人民为你们高兴，为你们自豪。你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反映了中华儿女自立自信奋发图强的民族志气和同心同德团结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志气和精神是宝贵财富，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发扬光大。也来贺信对中国女足在本届世界杯赛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他希望中国女足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